周哥，你看这个点，如果你的手再这样子掏的话，你再打一年都不会有进步的。这个球飞过来的时候，如果是很低守卫被动的时候，拍子不应该是往下这样子去掏，这个是不对的。你看啊，正确的动作呢，是我们拉开这个动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小臂和大臂是要大于45度的，然后注意看我们的肘关节要高，你不能放那么低。好，第二个呢是我们的步伐要用后脚踏步，注意看啊，我们的后脚踏左脚向后，然后右脚迈出去的时候，前脚尖要打向我们的后底脚。好，第三呢是我们在击打的时候，你的拍头不能朝下这样子去捞，正确的应该是拍头要朝上，然后这样子去切击这个球才能过去，明白了吗？来，我来给你打几个试一试。这也是